前景天气民宿未间的状况已经过严重诶，土地潮汗利用的问题也做旅游诶。那我前景天气无污水处理厂，冬天嘅民生同农业污浊水如直接流入河坝，严重影响下来，对生态当然会有影响。南投县政府希望用都市计划的方式同前景分期管理，不过呢，黑梅路市的房子开发都太高诶，太无抗产诶，还是引起之。继续来看，从前景天气，除了民宿违规使用之外，一直以来也存在等土地潮汗利用的问题，同时占的面积还唔少。超限利用的土地是有229笔啦，从民国82年列管到现在，大概有些已经改正了哈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列管的大概还有190笔，大概剩190笔。所以，亲近地区，假如所有的超限利用的土地来算的话，我有给它算出来，大概占亲近的土地的16%了。土地超限利用，其实就会违反实体实作的规定，因为政府进前就照体型的地图，编列内头所在是在进行某个样的农业行为。不过，前景地区使用将近两成的土地，本应不当使用，长久以来已经对环境造成影响。亲近那个万大水库哈，算我们大型水库，它是已经淤了一半以上了，很夸张的嘞。全台湾比较大型水库，它是第一个淤的最惨的一个。它编定就是宜林地，就是要种树。那你把宜林地来，过去也有这种情况，宜林地它把它垦平了以后比较平坦，它就种高丽菜啊。那宜林地又不能种蔬菜啊，种蔬菜你常常要翻耕嘛，一个产季过了就要重新种，所以它反而是年复一年的一直在等于在翻耕。那你翻耕完，如果下大雨、台风来的话，那些泥土容易流失啊。虽然万泰水库主要是提供发电，不过屯内的情况很严重，都得影响其他功能同寿命，所以南投县政府了两年积极查实同改善土地潮汗利用的问题。对新的，我们会比较积极的去起地。那旧的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列管哈，列管以后我们会看有没有优先顺序了。就像我们这两年已经改正了229笔，里面这两年我们就要求已经改正、已经解除列管的就有39笔了。啊，这个烤完头再起来哈。啊，面顶遐拢蛮热，蛮热，一边都蛮热。啊，遐啊，这边遮也袂。南投县政府也承认，要改善土地潮汗利用的状况，其实并无按简单。建国也希望用业者的视角同配合，向下保持水土，向种茶面积动态的利民方，也建言今年多开掉成本，尽量对土地少掉破坏。那你沿途的尽量用到那个除草剂，吼，用刀拍拍啊，吼，啊，无爱散吼，去用到除草剂啊，咱过唔会那个兔子啦，过唔会松脱，坡度怪太吼，有的从你的顺向坡去到安尼地方，尽量啊，都唔去开发伊，吼，啊那可以做的地方，你爱去保持伊啊，一个水土，吼。莫随便呐，去改变伊啊，一个地貌。前景天气还有个问题，也必须去重视。介几位农民、业者同游客，
恐吓基础界污浊水排放问题。废水有家庭废水了，还有那个旅游这些废污水吧，哈。那再来还有一个非常严重，可能是那个农药跟肥料。那这废水通通下了，因为清境庄这边的绝大部分都下浊水溪下去的了。清境天气将近200间的民宿，当然要超过几百万的游客，又还有农药污浊水。像一啲天灾等严重，被动条件政府必须提出解决的方式。我们将来当然希望人多的话，总是要污水处理嘛，哈。那有污水处理厂的话，将来就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民宿都要接，所以这个部分将来就是都市计划通过以后，就有污水处理厂，也有公共的那些公共设施所在的，像自来水啦、电信啦。混乱、污染。同危害越来越严重，所以南投县政府提出的都市计划，青春了解就会希望同清境分期管理。那我们今年已经委请顾问公司在做都市计划的编定，那这个编定将来报到中央核定以后，我们就变成说清境地区是一个特定专用区的一个都市计划。那变成都市计划以后，就有就像我们一般市区也有都市计划，有商业区啦，有住宅区一样。那将来清境就有里管区啦，有其他的商业区啦，住宅区这样。那将来就用分期管制啦。就算你要让它开发，要有一个限量、总量一个控制，比如说达到某一个量哈，比如说for example 哈，10%，超过哈那就不行。就好像都市里面要建筑也有一些容积率的规定，那如果到达这个量就不应该再继续了。都市计划了后，委托旅馆区的民宿可比安全结构无问题，将结构普通合法。那系无托旅馆区地板，就用民宿标准来规定。如果是在旅馆区的话，将来你可以根据那个区的建蔽率跟容积率，可以去改啊。可以再增啊，对不对？你这建蔽率如果是40%，那你要盖的只有20%。如果你的民宿是不是在旅馆区的话，也不是在住宅区的话，那它只能做原来的使用，将来就变成它修建不能够再增建了，不能够再扩建，那些都不行了。大部分民宿拢有违章。所以都市计划难免本人建议为违法前解决的方法。另外，有本人万一旅馆期望是完全无恐惧的原因，当中业者当然希望将来旅馆期五百个民宿也是得彻底合法。就地火来用一个辅导，包括在环保、消防种种的，我们的应该有的一个策略。我们这些业者，我刚刚讲过，行规道矩来配合。你本来15间的话，你那15间是合法。啊，你如果多了10间，那10间将来要拆掉啊，对不对？你而且你那15间只能维持15间，你不能增建，不能扩建。你原来2层楼就2层楼啊，原来如果只有100平方公尺，就100平方公尺，不能再扩大啊。特别有危险的区域，那可能啊，政府要以这个公权力的方式来使它迁移，好，或是安置之类的。未来都市计划，万一是得到旅馆区，万一有损得，将系当麻烦。不过都市计划还系无解决千基本嘅问题，介就会清境天气，还是得要按多个建筑物系冇。建筑技术规则、建筑设计师方面第262条规定30%原始坡度30%以下才可以盖，那些绝大部分都不合规定，因为地层会。有可能慢慢的风化是需要时间的，也不是说 OK， 我现在明年，我现在今年100年，没问题，搞不好5年后有问题。不过了解问题，看他那按多个因求就低，其实无乜个人不要去注意。这个地方已经拥有那么多年的一个所谓的名气，全台湾人那么多的人，包括 international 的。我们也是在为国争光啊，也是台湾之光啊。那么多的在东南亚地区，那么多的人喜欢清境农场。
为着生法同享受，大家一步一步对太自然进行破坏，政府唔察，民众无感觉，造成情景可能就唔起咧。唔过，到灾难发生之前，因行下外当上去情景，了解危险所在，享受人建筑出来嘅梦境。也如系亚礼拜嘅客家新闻插子，观察大家嘅事况。一般大家讲，动物条例嘅发动天气发展条例明年会正式实施。法令让政府每台设备一台，屯中央提出总经费260亿的综合计划，其中太行建设主导嘅发展方向。许多人提出讲，要从两百里道建设条例嘅实拍案例。动物条例系乜嘅？动物人有想嘅乜嘅？下礼拜强下。你关心，我们再会。